那就是印度的霍纳帕是判断失误，所以印度这两名选手呢都比较有力量，他们的出球还是挺硬的，攻守应该是有一定的实力，但是发接发上明显要粗糙一点。张楠、赵云磊呢，只要注意少和对方打那种实力球。 印度这个后场的进攻确实很凶，球过来的很重，而且他们也很明确自己的战术，就是和中国队拉开打攻守，很快的把发接发这个环节渡过去，而且也不再往前过多的纠缠，就是拉开了打攻守，比实力。 像这个球就动作都是比较大，结果失去了击球的时间，造成失误。这球掉到两人中间，田青和赵云磊抢了一下。 放得很细，在比赛这一开始阶段，田青和赵云磊防对方的重杀还是有点吃力，特别是对方身材比较矮一点的这个波纳帕，看着他瘦小一点，但是后场杀的球下来的分量还是挺重。 这一队主要就是出球非常硬，啊，没有什么软球，软压呀，这个吊网前呀，这种球都很少，所有的球都是非常硬的，给对方回过去。